不行，煮饭是女生的事，这个以前我们就讲过啦。元宁这样真的行吗？我就说元宁后续的谈判是不行的，要不是雅尼啊坚持要元宁赶快把计划书写好并送出去，我看你们现在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把我的心思想得这么透彻，当初跟你们合作真是选对了呢。